好，两个大拳头般的石榴炸一下。你小心思多鲜红。我马上播完一个半。放到一个桃子的容器里，每天把它冰一下。是那个什么榴莲棒冰是不是？石榴知道。好，你来尝尝看味道如何？怎样？好吃呀。什么样的感觉？是冰沙吗？对，类似吧，因为那种石榴还是很甜的，然后做出来。那么，很满意了。